所以呢，有些时候我们看一些老将啊打球的这些细节，真的可以学到东西。好球，红帽子传球，中路空切的王哲林双手扣篮打进之后34平。这个战术也让福建队这个陈林先挂到底角太轻松了一些。防进来，魏小少5-1，不漂亮。韦启范从开场跳球，两个人其实关系都不错。这一下呢，也是汉萨提知道啊，这个你肯定得起的。所以我们来看这一下裁判怎么来看。哦，一个背后传球。这球葫芦帽。嗯。突破到内线，裁判又给了哈达迪一个犯规，二联防。嗯啊，约瑟夫杨提的非常高。葫芦帽弧顶的空位，好球啊！葫芦帽三分投进，分差来到4分。葫芦帽只能用犯规了。这主要是得看球最后接触了谁。是。就这球应该判争球是最合适的。两罚全中，52-45。葫芦帽，好球啊！葫芦帽再中一记三分，今天的第二记。分。113，然后再传一次球之后变成23。嚯、哦，葫芦帽今天这个三分球的表现绝对是超过以往的水平。假传，运一步之后的投篮，抢劫。哇，好球！抢劫的这个速度是真快啊，是赶紧的这个球。这个球就是斗志很旺盛啊，但是看看暂停过后的第一攻，有这边又放黄奕超，两边底角，葫芦帽的底角三分，好球啊，关键谁上来谁管用啊，我的天，葫芦帽今天5投4中，之前那个回合就是打联防的弱侧啊。啊，不好加！哎呦，被断了！葫芦帽的抢断，转换当中，这两年显得更加的胸有成竹了一些。哎，这边有机会，超远距离，哇、哦，这停了。我操！